我们在。有在录。好可怜、哦。有啦，好可怜哦。有在录，只水平水平。好。好，一二三，我们在洗洗，不要时间。我们在。是在洗卫生。到底哪一个才是第一名啊？花排不出来了吧？好好吃哦！我觉得年纪可能真的大了，脚就啪一声就拉到了。不要再说夸了，不要再讲这两个字。今天是2月6号，我们大家待会呢，大家都会顺利的出关。但是我们有一位朋友呢，忘了填疫苗的那个申请书。我希望呢，我10号回台湾的时候，经过机场，他应该没有在机场了。是要不要填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6个小时前，我们第一次的东京之旅，没错，燕君哥马上就要跟我们说拜拜了。太痛苦了，太痛苦了。希望大家这一趟都玩得开心。东京，就这样，拜拜。你不要话太多了。东京之旅，出发。耶，我们订了一台保姆车。果然是全明星啊！全部明星都坐那个保姆车。哇塞，哇塞，会不会太浮夸了？总共是22,000日币，因为我们行李太多了，我们才5个人就要搭这个10人8，行李大爆炸。我们回来喽！助理啊，大明星与他的小助理。我觉得我拍得很好哎，感觉很会拍哦。因为我觉得那个大老板也很好。哎呀，牵牵手，高仔哦。牵牵，哎，你说的吗？哇，软骨功。我刚刚进去一家店，一开始觉得不错。然后逛了一圈，发现最好看的是我。梦玲要逛，你要逛什么？梦玲，你要逛，你要逛钢蛋哦。钢蛋不给钢蛋当，钢蛋当叮当叮当，叮当叮当。钢蛋不给钢蛋当，不是钢蛋蛋蛋蛋当，钢蛋当单杠 ，Yeah， 单杠不给钢蛋当哦。是单杠不给单杠，我们刚刚逛，梦玲要逛。我刚刚说我们刚刚逛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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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刚逛了，然后一整栋没有找到想要买的东西，但是我想到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一定要买到厚厚的丝袜。没错，那种里面刷毛但是看起来很自然的无色裤袜，因为我们明天要穿短裙。没错，我们是东京辣妹。Tokyo辣妹，109辣。他刚说完全不在意，没关系，我们自己开心就好。明天就是最漂亮的一天，好吗？明天我们要去Shibuya Sky。刚刚有个人说，Shibuya是什么？好耳熟。
好可怜的人哦。刚刚拍了十分钟，然后刚刚拍了很多。慎选摄影师好了。好，不要拍，不要拍，不要拍。拍我自己。我刚刚还说，哎，要怎么回去？一二三。哦，啊，说自己，真漂亮。有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没有来逛，你在做什么？现在是晚上6点还是7点？7点。7点13了，肚子饿，要去找食物。要吃什么？三本串烧。我觉得在日本，然后我们人这么多，其实没有定位或者是先去排队，想要吃到想吃的东西，真的有点困难。对，请先预约。拍广告。太好喝了吧？今天走这边。听到吗？哦。我觉得我们走了多少冤枉路？没错。哎，干嘛看着我？我们今天来来回回100万步冤枉路。对。你要训练一下自己的体力啊！如果今天才第一天呢？如果我们走对了，我现在已经吃饱了，我仿佛已经滑完雪了。说什么滑雪腿很酸，我现在感觉就已经滑完雪了。各位，我们就快走到喽。我们就快走到了，过了一个小时，仿佛都到了台中。不会是没什么了？没有，就是走太久了。我们刚因为6个人，所以进的每间串烧都位置不够，容不下我们，所以我们又走出来继续寻找了。可以的，我就不相信找不到。刚刚每一间店都不收我们6个人这么多的客人，所以就最后决定分开吃了，随便找了一间看起来挺不错的，环境很舒服，就是暗暗的，鸡的肩膀啊，哦，它外面烤的好脆哦，可是肉很扎实，吃得到那个肉一丝一丝的感觉，但我觉得最惊艳真的是它的外面这个皮。烤的有一点焦香，超级脆，鸡脖子。哇塞，吃到觉得有点感动哎，感觉这师傅非常用心烤出来的料理，我真的很开心，我今天有吃到这一间，好吃。Shibuya Sky 是涩谷的新地标。Shibuya Sky 它是一个塔吗？塔吗？它就是一个观景台。所以我们等一下要上到47楼。Let's go, baby. Let's go. 疗愈哦，看着那个。哇！我跟柔柔现在要在那个角角拍照，挑战排队，要排15分钟。排队的行程，观光客。我们在，好可怜，有啦，好可怜哦，有在录，直水平水平，好，好，一二三，我们在洗不要死哥，我们在，你看，我们就是人生幸运仔。人生幸运组。我们刚刚就排不到15分钟就到了，来，你看一下，对。没有把握。我们现在要找人帮我们拍大合照。Can you take picture? 啊，这个。台湾人。啊，马来西亚人哦，谢谢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好看吗？这叫看到转头啊，组合技，他们刚刚两个人帮我们。哦，不错。哎呦，好像可以呢。可以的。啊，再找一个，你要拍几张啊？你上一次不是说你长得太好看了，所以怎么拍的好看？对啊，重点是我们长得太好看了。你要加个门了。不要吵啊。手扶梯超美的，好看吗？好，我还是不要一直讲话了。
这是早上11点来排队，原本要吃午餐，但是只排到晚餐时段的汉堡排，大概1-2点来排的时候，已经完全卖完了。好嫩哦，好香哦。跟你想象中的汉堡排不一样，超 juicy 的，天哪，这都是甜的。这个宫下公园也是新的地方，之前都没有来过，好热闹，超多吃的。气氛就是要吃冰。真的。吃起来有点像奶昔的感觉，里面很丰富，各种脆片，它是一个很有层次、很有内涵的冰淇淋。开了不到一个小时，下一个就是火滑，然后会在你的嘴里流动，在嘴巴里面游泳，因为有加起司，会有点忘记它是蛋，很像焗烤的味道，非常平价，简单又好吃。雷门，我们来抽签。七十这边，对，哎呦，1、2、3，这什么？胸一个吉，哎呦吉啊！我们来到了。浅草的抹茶冰淇淋店，我刚刚还点了一个乌龙茶，他刚刚给我这个，我问他是6号还是9号，结果是9号，就等了，所以我现在要来吃一个抹茶冰淇淋。好，对，是。你为什么在我的 vlog 里面变这种形象？因为你给我很大的成就感。好吃的是吗？真的，真的好吃。好吃，我选3号。你看这么多人，浓度有1到7，我选3。其实我不是选3，我只是刚才讲说，OK， 哦，他真的，真的假的啦？你很烦，真的假的啦？假的。这个是浓度7的。好冰哦！哇，好浓哦！等了最久的重头戏要走，你看，草莓抹茶。团子耶！哦，抹茶红豆，抹茶红豆，你看颜色不一样。切片比较强。切片吗？切片比较强吧。对，它切超薄，它还有附一杯抹茶。难怪我们等了这次等3个小时。这个纸是可以吓我一跳的，因为你要吃那个。Hello， 写 Hello。不是很容易。下巴会不会等下就倒了？好吃啊。有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最浮夸，看这好吃没有？哎，好看了，看好吃。好吃。有人说，如果来日本要只能吃一间烧肉，那他就一定要选这间。真假的？就是这家。哇塞！哇，我们有包厢耶！好兴奋啊！松露在生牛肉上面还有蛋液，这应该是要一口吃吧。我是先吃寿司，好甜哦！超级甜的，这个好好吃哦。我觉得你会喜欢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。好，最近我会喜欢什么吗？来松露。你要细细品尝它那个花花草草的那种香味，那个是点缀。
我喜欢松露。我可以给你买这一碗吗？哎，小鸟味。哎，你吃饱了吧？有一点，你应该吃不下了吧？我还有一点。这个太过分了吧！吃肉很有内涵。但午餐的商业午餐应该都不错。好好吃，颜色也太赞了吧！我觉得不是自己烤的颜色吧。这个半熟感，沾满这个酱。好甜哦，这是甜的肉哎，然后就是我最喜欢的萝卜泥的酱油。到底哪一个才是第一名啊？快要排不出来了啦，好好吃哦，这间餐厅。请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